这两天天气真的是太好了，我准备去田里了，看一下还有没有棉袄可以挖。啊！今天我们是腊肉炖棉袄。哎呦！哦，那今天做这个没得，有点遗憾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杰，马上快要到中秋节了，今天准备跟大家做一个那个糯米丸子，走吧。不要惊心要流汗，那些缠绵的往事化作一缕青烟，泼点肉馅儿，姜末、料酒、胡椒粉，打一颗鸡蛋，少许的生葱，一点盐，一点生粉，这是泡了四五个小时的糯米，把它沥干水分。我准备在那个丸子里面加一点莲藕，先把这个莲藕给削皮。莲藕用那个刀背把它拍碎。把藕加进去，放一点泡好的糯米，加一点点葱姜水，
点食用油。不要惊喜让流浪那些缠绵的往事，化作一缕青烟已消失在远方。相思都写在脸上，只有一个背在肩上，泪水流过脸庞，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。那青山荡漾在水上，看那晚霞吻的斜阳，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，今夜你在何方。紫色的花好不好看？我想要很多这个。很多这个吗？嗯。哇，漂不漂亮？漂亮是吧？我还想做一个。啊？相思都写在脸上，真诚离别背在肩上，泪水流过脸庞，所有的话现在。这种糯米丸子的话在那个酒席上就特别多。刚刚我在蒸好的时候已经吃了好几个了。今天做这个还是非常成功的，大家也可以赶紧做起来。我觉得这个比那个月饼要好吃很多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文杰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记得关注我哟，拜拜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杰，买了四条鲫鱼，今天准备把它弄来做烤鱼。鱼给它改一下刀，鲫鱼改花刀。现在我们准备来腌鱼，放姜，放盐，蚝油，胡椒粉，料酒去腥。我们把鱼腌制20分钟。花开一点辅料，洋葱给它切丝，人生的一曲情欢，一首情歌两段，豆腐切条，油。这个鱼一定要等到锅煎一会儿再拌，不然它会粘锅的。现在我们将就那个油，就是煮一个汤料，放葱姜、火锅底料、调豆瓣酱。哇，这个香味已经被炒出来了。汤水，加一点点盐、生抽、胡椒粉、鸡精。把汤汁给淋上去。却只是归途，我总必争取。撒上孜然粉。人生的一曲尽欢一点我们别再一拍两散。人生的一曲尽欢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我来不来？我来了。你看你哪家鱼啊？
我懂此情如水，我杨玉静这装上，你俩给我过来。人生大于虚情，这下面豆花仁多好像不疼了。哎，我那个卤还要得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文杰，大家记得关注我哟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啦！可以做起来啊，家庭版的烤鱼。